竟然还有密道，怪哉怪哉，那飞命给我偷来的图倒是详细。美娃，明皇，我们快撤。哎，等等，我自问从未想过要为难你们，至于这般见了我便躲？我只是有事不解，想要探问一二，才弄清楚了点事儿，却又添了些想不明白的事儿。哎，我来这儿是想找栾，可巧这会儿遇见了你幽姬。之前我自妖族那儿得了点化荒上古的秘密，不过还有些疑惑，既然上一代幽姬尚未死，那你这幽姬又是如何诞生的？我思来想去，却还是不得其理。什么意思？历代幽姬诞生，该看见上一任幽姬的模样，难道说是因为……小不点儿，别听他在这儿瞎说了，我们快走，快去找栾，莫在节外生枝。哎，且等等啊，依依或想知道也不一定呢。依依，但是这事情，栾好像一直都瞒着依依，不想依依知道。明皇，你都知道了什么事，都是从何处听来的，不妨说说，或许依依想起来了，就会给你个答案呢。妖族有传说是历代幽姬都能继承化荒的一部分秘密，这些秘密却随他们的死亡被封存在了三荒名园之下的墓碑里。一旦所有石碑碎裂，幽姬所有继承的记忆就都会回来。免，胡说八道，幽姬根本没墓碑，依依不要搭理你，大坏蛋。哎哎，别走啊，幽姬究竟是如何而生的？哎，真是，看样子真的只能冒险去找栾了。冒险。